台长好，我是86年属虎的，想请您帮我看看图腾的颜色以及有无灵性。86年属老虎的是吧？嗯。哇，小姑娘很凶啊，这个老虎吃老虎啊。我跟你讲啊，爸爸妈妈很宠你，明白了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我告诉你，第二，你自己呢，就是小时候不大肯吃亏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对，台长说的对。太对了。你想看什么？告诉我。我想看看我身上图腾的颜色，还有有没有灵性。啊，你这个老虎颜色稍微有点偏深，所以稍微穿的颜色深一点的话没有关系的。好吗？还有看什么？看我有没有灵性身上。哦，你有啊。有。啊，在你这个脖子颈椎这个地方。对的，我颈椎经常痛。嗯，其他的还可以。小姑娘你要记住啊，你的眼睛有点问题啊。是。而且眼睛现在越来越干湿，而且你的咽喉部分经常咳嗽啊，咽喉痛。嗯，对，太对了，我眼睛最近一直很干。然后台上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嗯，你没有多少，你念27张小房子就可以了。27张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记住啊，你要是好好念的话，你可能还会有个新的工作。你现在对这个工作呢不是太满意。对的，不是，台长您说的太对了。啊，但是也不能老换啊，小姐啊，听得懂吗？对，好好念经，换一次嘛差不多了。感恩台长。台长，那我身上黑气多不多？嗯，黑气是吧？嗯，没有太多，就是在腰部上有一点，所以你的腰不是太好。对，我腰不好，坐着久了，然后晚上就躺不下去。站起来的时候，哎，嗯，躺下去的时候，所以我劝你应该还是睡个硬板床嘛。好的。还有，你现在结婚了没有啊？结婚了。结婚了，你跟老公啊，经常话少说，事多做，明白吗？因为你的命很硬的，哎，他在不在啊？在。哎呀，那啊，他在是吧？啊，没问题，你们相互弥补就可以了。不能讲。台上我这样能要小孩吗？因为感觉什么时候要比较好？你属什么？我属老虎的。你老公呢？老公属什么？他83年属猪。猪跟老虎是吧？嗯。你们6月份，六月份，我看你们要稍微早一点要孩子了，听得懂吗？嗯，没有关系的，台长指着你换工作，可能就是你生完孩子会找到另外一份工作。感恩台长。台长，因为我经常那个会从小到大胆子都非常小，然后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很紧张害怕，也不知道在怕什么，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。怕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什么，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，在你的腰部上有一些灵性，还有你妈妈生你的时候，就是几乎每天吃条活鱼，现在我看你腰上都是活鱼。哦，听得懂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感恩台长。还有台长，我到泰国，从马来西亚到泰国的第二天早晨就收到我母亲的短信，发给我了外婆过世的时间，但是她不知道我来参加法会，然后我问她，她说短信发错了，所以想请您帮我看一看过世的外婆。她是叫张佩贤，弓长张，佩服的佩，贤能的贤。什么时候指示的？2012年4月份，是女性。哎，外婆会男性的，不废话。嗯，张佩贤是吧？对，张佩贤。嗯，看到了，小结节的人，个子不高。对对对，他的头发往后梳的。没错。嗯，眼睛倒蛮大，眼睛下面有个眼袋。没错没错，他有眼袋。嗯，看到了。
我告诉你，已经在阿修罗道了。不用，好嘞，继续念吧。谢谢。下去。好，谢谢台长。